坤炎议长追思会。首先，我们请我们的主委做追思文。今天是109年6月13日，星期六。中国国民党黄复兴花莲黄龙华党部办理爱花莲系列崇德海边的进餐活动，同时也利用进餐活动党员聚集的时候办理高雄市故许坤炎议长追思会，为他为真女殉身为道殒命表达党员对他的不舍与敬仰。当一个政党选举输了，就用国家机器包装公民团体，硬生生把当选的市长拔下来，这个国家未来还要选举吗？当90%的媒体都偏颇一方，这个社会还有真理真相吗？当网络上表达不同的意见就有可能被警察征询，这个国家还有言论自由吗？现在民进党做的事都是自己媒体说了算，没有人民敢发言反对，就算抗议反对也没有用。这个从政府、学校、网络社群、人民社团全部监控绿化后，我们已经走向没有言论自由，只能变成乖乖活命的市级公民。这可能也是高雄市议长看透执政当局民粹治国的悲哀。今天在此追思永远的议长一路好走，中国国民党永远不会忘记他为党的付出，也会在收拾悲伤以后振作再出发，完成他追求正义真理的决心。我们这个追思会其实不是要很悲伤，而是要拿回政权。我们中国国民党很，尤其是我们黄复兴党部很少在做组织动员的活动，今天是我认为是第一次，我也没有很高的期盼，我认为来5个就可以了，所以我设定目标是200个，我愿意从零开始，因为这个配合到包含到我们干部的整合能力、协调能力，含这么热天要那么早起的一种勉力而行的一种使命感，所以今天能来的人就不容易，所以我没有说啊，这个没有如预期。可是为什么要办这个活动？我们的活动会越办越多，我希望累积能量，让整个黄复兴黄龙华党部能够活起来。因为很多人都在骂中国国民党，有很多人在网络骂我们，可是从来都没有加入中国国民党。他对国民党的党代表会有很多的指导，他对中国国民党党主席有很多指导，可是他从来都不是国民党的一员，所以我希望大家把这个力量扩散出去，欢迎他们来跟我们一起让国民党更好，请他加入中国国民党，请他交1年200块的党费，让我们这个党更好。今天追的追思会最主要目的还是要我们团结一心夺回政权，才能告慰许坤炎议长的在天之灵。你如果没有得回政权，你永远都只能追思而已。所以我们继续努力，谢谢大家。现在我们会宣告的议长默哀1分钟，请起立。反对民粹，反对民粹。主场地在后面哈，
那待会我们把头巾都缴回，然后开始领手套，来把手套哦，来那个头巾先收回，那后续还用得到。谢谢。那待会我们到那个场地先弄一个大合照哈，那边已经有一个现在活动的一个布条，我们家到那个现地就在布条前面，我们要先做一个大合照。好，提供我们这么好的场地，我们谢谢他，掌声鼓励。好，谢谢我们的新秀地区的副主权力支援，谢谢我们的常委郭元清常委。我们的市长黄松杰，谢谢我们的副主委兼专员张兆恒在这边，还有我们最资深的刘俊光副主委在这边，谢谢这次承办的主任林潘忠诚跟郑周和珍。好，领手套。前几天因为风大，还有我们上面的那个水大，所以把垃圾往海里面冲了啊，所以南边这边会比较少。我现在就有放两只旗子，我想我们就不分组，直接整个有几个差不多一二十个往南边走，其他的还有一个跟各位报告啊，如果你们垃圾很大包拿不动，放在现场绑好，我会用沙滩车去载回来。哦，再回来这边来，来，越来越漂亮了，躲在后面多好。哎，长得好像站在前面。对呀，对呀，对，是帅，前面也漂亮啊。前面漂亮。哎呦，抱着好了。离三米远。要下来吗？要抱着吗？抱着，抱着，抱着。要下吗？好来，来，那个后面还有人呢。来，后面照相喽。坐下，坐下。我们现在拍四个哈，我们那个第一个，没来，每个照到你，但是我人高，来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今天活动棒不棒？棒！我爱中华，我唱的这边有歌词，有没有看歌词的？来来，直接唱了，那个会唱，来来，会唱的就一杯，唱。我中华。为国家，声色齐声绝不怕。一二，我们朝天思想。一二，我们要复兴中华。我的大国，开国五千年，五祖共一家。中华儿女最伟大，为民族，为国家，牺牲奉献绝不怕。一二，我们要壮起志向。一二。我们要复兴中华。谢谢。各位报告啊，我们高潮现场，广告公司特色最多的地方。我们要忘，现在改跑车比一个啦。现在都改跑车比一下。比较便宜一点。哎，现在剪掉。今天是6月13日，星期六。是我们中国国民党黄复兴黄文化党部办理第一次的爱花莲系列活动，崇德海域净滩，同时也办了高雄洗浴长的追思会。今天净滩活动最主要的目的是，我们用实际行动来爱花莲。中国国民党未来只有服务地区、服务乡民、服务党员，只有一个服务的工作，作为我们日后工作的重点，今天非常的圆满，风和日丽，所有的党员都能够齐聚一曲，为我们花莲整个海域做一个清洁整理、一个进场的活动，非常的圆满，谢谢。现在没有。本来天公要做嘿。
要不要再把它摆一下啊？这边就好了，这边就直接移就好了吧。大声一点，不好玩。你今天捡了几个？没有捡很多，很多。怎么捡？用手捡。为什么要捡呢？装在哪里？球很好，哦，掌声鼓励。看帅哥，不要看红包。好，大声一点会。好不好玩？你为什么要捡垃圾啊？因为有人乱丢垃圾。有人丢坏，有人乱丢垃圾。哦。好，那唱一首歌，快点，唱给大家听，要不要？好，来颁个红包。下次还把它捡的是啊？还要？要不要二弟子啊？要。要哈。带我全家来捡，看帅哥。家里的成员，请起立，谢谢。好，他们带了吉安的这个区长部的县委来，欢迎明火。好久没来。我们的叶伯龙主任。谢谢。还有许义文副主委。要讲凤梨来的。凤梨啊，从凤梨来的哦。大家早安。早安。太好了，大家都很有活力。要看你啊。那个，感谢各位今天这么抽空，这么早来到这个地方来跟我们一起进滩。那也谢谢大家用你们的汗水，用你们努力来让花莲的海滩变得更漂亮。那我在这里就先简单介绍一下，我是这里的副主委，我叫林永俊。那对，那青年军，对，青年军啊，不好意思，青年军，那有够青年。那刚刚呢，我看到很多我们的海滩上面有很多的那种，像是不会腐烂渔网，还有那个塑胶绳，那这些都是非常碎小的东西在那边。谢谢。还有我们的预备的青年军吴志廷，来跟大家运动的。嗨，大家好。就很我现在是蛮开心的，就是说那个原主委就是邀请我来参加这样的活动，这样子，我也是第一次参加国民党的活动，对，因为我们年轻人对党来讲是比较没有太多的接触，这样，然后我讲就是还蛮开心，就是参加这次的活动。还蛮好玩的，没有好玩了，又很累，好热。我觉得多善就是做善事对自己是好，对呀、啊，好，谢谢。好。青年军呢？徐义伟、副主委，在我们这个凤林地区的最新任的副主委啊。很开心第一次可以参加我们的防护性的第一个办的一个活动哦，我觉得。进滩真的是非常有意义，让我们的海边呢、花莲的海边呢、呈现一片干净又整齐又美丽的一个环境呢、让游客来享受我们这里的得天独厚的一个环境。这我们海边呢、真的是美到花莲的海边最美，对不对？对。我们一定要让它干净呈现给游客，对不对？对。感谢大家今天。起得很早啊、然后呢来这边响应我们这个活动，让我们以后可以都可以一起来打造一个更美好的花莲，谢谢大家。好，我是老同志，但是是失联同志，可是我在这个国民党最艰困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出一己之力，我们不能让这个党为国为民然后被这个社会大众所遗忘，所以我非常感动原主委这么年轻有这么的远大抱负，所以我跟内人都重新就回归国民党，我希望我以后能够跟大家站在一起，为这个国家，为这个党，为这个社会出一己之力，谢谢。我搬来花莲十年，但是我有种感觉花莲的女人呢更美。
为什么你们美知道吗？心善良，啊，心地善良，人就美。这个有些人是长得很漂亮，但是心地丑恶，比方说个蔡叉叉，他就非常丑恶，对不对？拍个手。那个我今天我参加过好几次，那我知道有个原则，下次不仅供各位参考，下次我们再来进摊的，捡那个不会腐烂的，比方说塑胶类、保利龙类啊，这些不会腐烂的东西啊，这还是我们要把它清除掉的，因为那个塑胶类的东西啊，打到海里，鱼吃下去，最后我们再吃鱼，对不起，我们就得癌症，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好，谢谢各位。我是在地人哈，我是泰鲁格族，很高兴哦，大家来。马德鼠啊，就是你好吗的意思。嗯，很高兴大家抽空来这里哦，来进滩。我们是哦，花莲最美的地方哦，我们的后面就是清水断崖。捡到这么多的垃圾，真的很感谢你们啊！有的是被洋流漂上来的啊，有的是真的是不小心遗落在这边的哈。也谢谢大家啊，为了我们的下一代着想，谢谢。感谢主委哦，给我这个机会。虽然我是第一次跟大家参加这个活动哦，那其实我在过程的一个过程我有看了哈，因为这一次是这个样子。那下一次的话，我可能会跟主任他们讲，我们夜班也好，好不好？因为我觉得这个第一次跟大家一起这样做这个哈，我是觉得是因为时间的问题哦，再加上比较仓促一点。那我相信下一次我们要夜班也好，我希望我也会跟严主委讲，因为接下来我要准备游民之家的那个，到时候我有跟严主委讲，游民之家的活动，我希望大家一起参与，好不好？好。因为那边我有捐赠，我每年都固定常态性捐一只大乳猪哦，两百斤的大乳猪哦给他们烤。那我想说下一次的话，我们把党员找回来，然后一样，我之前跟委员也讲了，这个刚开始凡事起步的时候，刚会比较困难，会遇到一些瓶颈。那我们想说，到部落，我们很多小组长，那我相信很多，我看很多年轻人来，有些我蛮感动的哦，因为虽然我是走政治这一块，那我相信你要带人性的话，党也一样，我相信一些党也他会告诉你，包括我的家人，全原本都是老的地方的国民党啊，有的都退出了哦，因为他是觉得说在用人的上面，其实优秀的人培养年轻人，包括我在内，可能我借这个只是一个阶梯，把我们的人找回来之后。该换血就要换血了，我也会下来。那我最后还是要勉励，我们要把防护新党帮我们的地方党部做一个连结，真的一定要改革，不改革我们走不出去。谢谢。对，我们副主委，还没有那个自告奋勇的，那个自工团的团长，下一个啊。那个全家来的，你不让他讲讲？好。跟诸位，还有我们超常委，还有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委员干部，大家好，大家早。好。啊，我叫吴文清，口天吴，文章的文，卿卿我的卿，啊，我是四校三期毕业，那我们前年还去台北参加那个海军少将一个王崇武的一个宫殿。啊，那很高兴，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这么多愿意为我们国家、为我们党付出的家人啊。希望我们今天在这边流汗，做这个有意义的净滩。那未来呢，在每一种场合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在我们原主委的号召之下，一起来参与所有的活动啊。谢谢大家，很高兴跟大家认识，谢谢。最标杆的常委，所以我们现在党务工作做的最好是吉安乡。啊，区长部非常好，因为从这个常委啊德高望重，说的。诸位各位同志，大家早上好。好。好。这个万丈高楼从地起啊，这个我们一步一脚印，我们从找回我们过去的光辉，这是我们每一个党员的责任。我有一种观念，就是一日党员，终身党员。我们常常。这个看到说，哎，这个国民党现在不景气了，我就离开了。啊，我觉得我们的党性不足，就这样子。哎，觉得不行了，我或者我利益，当团体利益跟我个人利益有冲突的时候，我就拣选我自己的选择性的党，最小的地方做起，真的很感动。哎，不，我们没有这么伟大，我们就做小事情。
小事情能做得好，一个家能够治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嘛，对不对？我们家能够治得好，我们才能够去讲到别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黄复兴党部，当然我们黄复兴党部不是个党部，黄复兴党部是中国国民党里面的一个强有力的一个组织啊，我们要从我们这个地方开始发扬光起，发扬起，我相信我们有机会从找回我们过去的光荣。好，谢谢各位。没有啊。然后我们今天承办单位的主任，我们请那个郑作和珍医务主任来跟大家做分享。主委，各位前辈先进哈，还有这一次很高兴哈，袁主委让我有机会哈承办这个活动，那也要谢谢我们的这个组长啊，还有各区的主任啊，一起配合，尤其是我们常委哈，他虽然就是说在后面啊，默默的在支持我跟那个中诚主任办这个活动，那江主席的带领之下，他就是要行动。那袁主委他给我们就是有这个能量，那所以也让我们第一区小组哈，尤其是我们的那个义兄组长啊，我们各区的组长哈，也跟着我一起动起来，也要谢谢主委给我这一次的机会，那更谢谢大家哈，愿意来参加我们这个爱地球爱台湾的这个净滩活动，那也谢谢大家，感谢，谢谢。我是新接任的第一区的主任，很高兴我这一次有这个机会能够一上任之后就接任这个算是还蛮大的活动了，真的，因为很短的时间之内要完成很多的事情，感谢就是党部里面主委还有执行长还有所有的伙伴能够提供一些意见，让我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把这些所有事情都能够连结在一起，然后把这活动办得我觉得不敢说很好，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我要感谢我们的主任跟我们的联副主委，重点我们今天谢谢我们的主委，今天没有我们主委一名的领导，我相信今天我们不可能站在这里，我们靠我们基层的党员，中央的委员我们管不到，但是我们基层的党员我们做得到，对不对？对，我们可以从基层做起，今天的第一个净滩活动只是一个开始，在我们袁主委的整个支持之下，在他的领导之下，我相信我们地方上以后黄荣华党部会更进步，让黄荣华在花莲发光发热，好不好？我们共同来支持我们的袁主委，好不好？好，我们让所有的活动都能办得成功，好不好？好，在这边我希望我们中国国民党黄荣华党部能在花莲有一席之地，希望所有人看到我们黄荣华都给我们敬畏的感觉，好不好？好，一定要谢谢一个人，就是我们的主委，我们大声喊谢谢主委，好不好？好，对，开始，谢谢大家。因为这里有爱等我回来，因为有你等待让我不怕未来，这里有爱等我回来，因为有你喝彩让我勇敢起来，走遍天涯走遍各地，你始终在我梦里来来又去去，梦里的你站在远方等待着我的消息，从不哭泣，喜欢在回忆里接着熟悉的你去找一点爱情的感觉，总是在黑夜里想起每次相聚，
于是我又回到这里，因为这里有爱等我回来，因为有你等待让我不怕未来，这里有爱等我回来，因为有你喝彩让我勇敢起来。接着熟悉的你去找一点爱情的感觉，总是在黑夜里想起每次想